慢慢的走，不要走太快。好，我们万人信托白龙镇哦，来慢慢的啦，慢慢的走。万人信托白龙镇。这是台湾的光荣，这个是台湾之光，台湾人民善良的光辉，台湾之光，万人信托白龙镇。那边右向那边，小郭，好。慢慢的，前面的最慢没关系，后面让他先走，然后你觉得后面快挤上你的时候再往前走。OK， 那你这里可以先挤上。一个人先走。不要很清楚。来，我们慢慢走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没有关系，慢慢走，不要急。慢慢走，慢慢走，我们前面第一个人慢慢往前走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一个人三张，在万人信托白龙镇。对，一个人三张哦。一个人三张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继续往前。来，小芳芳过来。这边还有哈、哦，来。来，再往前三步，传过去，往前三步。再往前三步，不管不止哦，叫他们往前走十步好了。你也太快的话会断掉。前面走到那个，我们有路人来，过来，他们已经买好，买完了吗？好，来差一半。我们保护自己，我们保护白海豚，就是在
保护我们自己，保护白海豚就是在保护我们的海洋，保护我们的土地，保护我们的孩子。白海豚剩下不到100只， Save our Sus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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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保护白海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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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护海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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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护孩子，保护孩子，保护孩子，保护孩子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想现在请那个各团体代表可以到前面来，有没有团体想要来发言的？有没有团体要来前？然后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？因为我就觉得重点就是白海豚也是这个地球上的一个生命，就像我们人类一样。如果他们消灭，可能人就是下一个动物就也是不在。所以他们的生活状况就是我们可以看到，然后就也可以看到自己的经验。不久后又会有发生同样的困难。然后，所以他们的海也是我们所钓鱼、吃鱼。然后有很多我们的生活也是靠海的，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到底在做什么。然后这个混乱都是人造的，所以真的要负责任。我出现在这里是因为白海豚当然要保护，但是要看这个生态，这个地球也是我们要负责。所以这为什么我在这里？谢谢。马英九先生，实践他的政见。就给他一点，我们在外面，我们是希望你对财团可以稍微胆子大一点，那不要怕财团，那我们老百姓会给你压力，做你该做的事情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你要不要讲一下这句话？啊，哪句话？马总统，你的环境信托证件，我们帮你实现了。哦，好，马总统，你的环境保护证件，我们帮你实现的。环境信托。环境信托。我们其实我们这个环境，都是在信托中。所以我们应该。是我们这个空气，这个风，都是我们的环境。那我们都要保护它，我们都要爱它。那今天我们这个在巴青那边，是全世界这个草间带非常稀有的状况。那就很难想象，我们这个一个团体，就是那个执政的那个团体，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想这个点子，把这个很稀有的栖地，然后有白海豚在那边，然后那个生物非常多样性的，就把它做一个工厂。那我们就想说，我们这个应该是对下一代是不负责任的，对前一代也是不负责任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还是来这边帮助马英九你的环境信托证件。我们老百姓、人民是在帮你实现了。谢谢大家。